哎呀，这个你是不是要冷静一下？天哪！破梗哦，至少让我们买完才知道哦，它是假的，这样就你好这样子，我啦。下一个影片还要自己假装。哎，他有卖龙蛋呢，我来买买看好了。哇，假的，这样子。哦，你们真的是哦。然后虽然那个有人助攻啊，他说不要破梗，他如果没有打这句话，我还不知道他在打什么，那是假的。有 助攻很棒。那、后来再就是要把要做一个分类机了啊，分类喽。分类。狗狗被仙人掌炸死，狗狗被仙人掌炸死。扎实，哦，我想说什么时候仙人掌会炸开了？厉害吧？真的很厉害，我都吓死了。你为什么不会有的？这样吗？哦，有人，好了，想说什么？钓鱼机里面没有电，外号 可不可以也在计等地，也可以顺便盖房子，就是不要房子，怎样？他不喜欢。有种，你们下一个影片让我，怎么讲？要难一点的，2万观看数，2000订阅，2000喜欢，我就盖房子。好啦，我要来整理了，我先砍掉。哦，升级模板，基础的9倍耶！对哇啊，哦，然后还可以再升上去。抽屉满的时候还会亮，哇那个要加红石啊，哦！嗯。就打算用那个啊，闪亚神树跟木瓜树，木瓜下来，搬新家。有多我还要执打着包袋，啊？是盖个家而已，有啊，有打包袋啊，那就不会喷出来了。我刚才在想那个怎么办？看，公仔又变更多了。哦，又多了一个新的蜘蛛的。就能破2000赞的白痴哦，然后账号这边被封吧。啊，你开了吗？那我来开。哎呀。嗯。我没有。我听到哭工在射。家那边早上一大堆蜈蚣欸，在沿海地带。哦，很正常，不觉得意外。是我耳机有幻觉吗？哦，这一直听到怪物声音，但是没看到。
看来是该重开机了呢。不要，什么事都不是就、就是不要。你厉害，你来。我就放他们两个在那边就好了。嗯，啊，我开台了，开台开台。哎、欸，那边目前要用什么吗？还是就残山而已？你要干嘛？没有问你而已啊，问一下而已。我这边用完可以过去帮忙。可以吧？好，我先把抽屉升级。好，种甘蔗。甘蔗、啊、辣椒种。柜子，然后一堆木棒。优越，我这边第一次看台，好哦。嗯，这样。然后两个升级组件，黑曜石跟木棒。对，还是有苦力怕的声音。在哪里啊？木，安木，安木，这里要超大声的。我没听错吧？这是怪物声吧？该放怪物，不会该放怪物吗？啊，算了，不想理他。是你们想哦，你们盖家之后，你们回家还要开关门，很麻烦。啊，不盖个门又被说啊，为什么你们家没有盖门啊？开门很烦啊，可以做压力板啊。啊，有时候压力板你走过去还不感应到，还不在用手开。嗯，不放心。哎、欸，你知道那个优越啊，在我台这边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，啊、他说我是一个小猛禽，禽兽的禽。他才禽兽好不好？他禽兽啊，他是禽兽啊，真的，怕爆。可以用红石触发吗？不行，蹲死。行哦。嗯，没法度。不然我也想一直用连闪在那边刷凋零骷髅头。你说它自动喷出来这样吗？对啊，要编掉它了啦，没有，不用怕。好，明天再见。不用怕，保证一个观众不会影响到你。好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黑曜石是。啊，真的两倍，好吧，两倍，没有，因为我看到第一个是黑曜石的，结果它是只能强化一阶段、欸、就两倍没了。它不是依序进行吗？还是它可以就直接用就好了？什么叫依序进行？是说你也要先用黑曜石，用了才用钻石，以此类推，这样子就跟那个铁、啊、箱子、黄金箱子一样，影响到我吃饭了，它影响到我开台了。嗯，你说。因为黑曜石它是独立一阶的、oh. 啊，其他的才有什么铁啊，然后金、钻石、绿宝石这样，就直接用最好的就好了，可以直接用最好的就好。好哦、刚刚没看到、哦，你怎么可以影响水里吃饭？所以你怎么可以很凶，你知道吗？两个柜子。什么东西？那种地牢很大片的深怪砖那些啊，里面的箱子都好垃圾。不是真假的？去看我的黑曜石箱子，都是开里面开到的。别做绿宝石的。绿宝石，我的绿宝石在哪里？
在昨天放了杂物箱哦。嗯，我真的该整理了。好空哦。好了，繁星可以把房子盖再高，用电梯上下就不用开关门了。白痴，我回家还要上下楼，麻烦死了。好累哦。对啊，这样走来走去不是更棒吗？我要把这些打光了。再来。一二三四，垃圾。我直接造成那个大光。这样容量是多大、啊？看一下，还在传。好，可以，至少有分类了。然后。我来做昨天的那个好了，那什么什么 APP 模组的忘了，充能器，它需要充能赛特斯石英水晶、下界石英跟红石。OK， 可以，嗯。电梯用 shift 的空白上下就好了。我不要啊，我就是不要。那我再用嘛。哦，我就是不想盖家，你怎样？你看我不盖家人了吗？是瞧不起不盖家的人吗？要盖个家，什么叫家？盖家也不会天天都在里面啊，一定都在外面野啊，是吗？听起来好像也是这样了。盖家的理由是什么？遮风挡雨？没有啊，你下雨还不出去，继续在外面游荡。我扔了一堆奇怪的东西，我的那个状态力还是什么的，那上下滚。大家安，今天就修行玩，随便玩，研究一些其他模组。开始。哦，有了，非自然，弗鲁伊克斯水晶。然后我还需要铁。一二三四，今天你生日，生日快乐！哎、欸，谢谢繁星啊！很多人说自己生日，你会去？会啊，就觉得他是在讲假的，真的吗？嗯，我就是啊，说说就好了。哪里来的？嗯，僵尸哪来的？欸，怎么那么多啊？调困难之后真的有差欸，差很多，怪物都强超多的。这个东西我要放哪里啊？应该这要充电吧？它需要电。过哪个电池走好了？直接慢慢研究。还来？真的啦，二月二号，好啦，生日快乐！哦，有电了。然后嘞，我有充能器之后，我要干嘛？啊，感觉又需要音乐了。我不知道是要做哪个欸，像手表的东西哦。无线访问间叫什么 APP 哦？对啊，叫什么 APP？ 多个什么 APP LIED？ 什么兔的？一是这个箱子吗？没有兔啊。还是我要做储存器？
合成单元。就那时候，女儿是手上拿一个像罗盘的东西，很像陨石罗盘吗？哦，感觉是哦。叫什么 ？AD APP？ 哎、欸、，LIED？ 哎、欸、，Yes。然后嘞，然后就会跑出来啦。不过有二十一个要我选呢、欸。阿里亚，真的假的？哇！